快来了，怎么可能嘛？真的来了吗？啊，那我。那我怎么办？我的菜也还没有卖完，我再卖一下我的菜吧。真的？你们过来干嘛？你跟阿姨梦想回来了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行，我拍了，好的好的，对，你们需要的去拍一单，需要的去拍一单，好重啊，24斤啊，但是，啊，老空头。应该是阿姨莫他在阿川家待不了了吧，所以阿川把他给送回来了吧，那是不是啊？还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搞不懂？不是的，来接你。哎呀，你们放心吧，他们来接我，我也不去的。阿川来接我，我也不去。上一次还不是一样，我不去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的，真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你们就发100个心吧啊！真的，我不会去的。我现在还有一点点菜，还有几袋洗衣液，卖完我就回去了。哦，我感觉我感冒了。还有小妈在车上，小妈，什么小妈？我小妈又不在这边啊。小妈也来了，不可能，我小妈都不在这边啊，她最近都没给我打电话，不可能。别回老家，我不会回的，我不会回的，帅哥姐们，我不会回的，我不会回的。那我就把我的菜，我还有一点菜，还有一点菜没卖完，还有一点菜没卖完。来，是帅哥姐们，在下发的小黄车，给你们10秒钟，我就把洗衣液下了，我就把洗衣液下了。来，在下发的小黄车，你们需要的就拍一单啊，69.9米，69.9米，整整24斤，24斤洗衣液，然后还送一杯洗衣液灵珠。在下发的小黄车，你们去拍一单，然后我也就下了，我也就挂播了啊。还有几单，还有几单，就直接把这几单抢了，就我也就挂播了。谢谢。
谢你们的支持，然后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。来，在下方的小黄车帅哥节目，在下方的小黄车，在下方的小黄车，喜宴69.9米，69.9米啊！谢谢加入粉丝团。好了，我就把它下了。我从十数到一，赶紧去拍。10、9、8、7，在下方小黄车。6、5、4。3、2，在下方的小黄车帅哥节目，6桶啊，6桶，69.9米，整整6桶，1斤，1桶4斤啊，1桶4斤，能洗好几个月啊，能洗好几个，大人小孩都可以洗，而且它的香味很香，就是有点淡淡的香味啊，帅哥节目，淡淡的香味，而且它洗的时候很好，它洗的时候很好，刚刚我洗给叔叔阿姨们看了，就是。又洗那个火龙果啊，那些什么油脂呀、啊？平时我们喜欢爱吃油的呀，小孩子穿白色的衣服，经常洗吃到自己的衣服上面的呀，所以你们就放心的去买。你们收到货了不好用，你们就把它退回来啊，把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啊，不好用就把它退回来。来，69.9米，69.9米，整整24斤，69.9米，整整24斤啊，69.9米，整整24斤，你们去拍就可以了啊，帅哥姐们。你们说要躲起来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小妈在吗？真的是我小妈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去躲起来了，真的是我小妈妈？不是吧？但是我还有纸头洗衣液，还有纸袋洗衣液，那你们就赶紧，你们去拍纸袋洗衣液吧。我就把它躲，我就躲起来了，我就躲起来了。真的，真的是我小妈，我小妈怎么可能会来到这边啊？但是我躲起来也不好啊，因为我那么久都没见她了，然后。来，在下方的小黄车帅哥节目，你们去拍一单，来，在下方的小黄车去拍一单，还有8单，还有8单，就你们去拍一单，然后我就那个，但是我还有很多菜怎么办？我有很多菜。没贴在卖。来，十一在下方的小黄车啊，十一在下方的小黄车帅哥节目，十一在下方的小黄车，我这个地方是他们不知道的，应该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，因为我这个地方以前阿姨莫跟我一起来的时候不是个地方，我换了一个地方的帅哥节目，你们放心吧，你们放心吧，而且应该不是我小妈吧，真的是我小妈妈，真的是我小妈妈。
来，我从十数到一，我就把那个洗衣液下了啊。在下方的小黄车，你们需要的去拍一单帅哥节目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七、六、四、一。不是，我差一点分。好了，我就我下了。不是你小妈，我觉得应该不是我小妈妈，我小妈怎么可能会来到这边啊？我们家里来这边还有点远呢，我的菜还没有卖完啊，看到了没有？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们点赞，谢谢。来，还有没有没抢到洗衣液的？还有没有没抢到洗衣液的帅哥节目？还有没有？有的话扣个一，有的话扣个一，好不好？还有我的呢。来买一点菜。还有个花茶，这个还有豆，这样要买裙子不？我每天买裙子，还有个肉。还有没有没抢到洗衣液的帅哥节目？脑壳有点疼。拍了一单，好的，谢谢。还没有拍洗衣液的，在下方小黄车啊，帅哥姐们，在下方小黄车。你们不用担心，不会是我小妈的，我小妈都不在这边啊，要么就是阿姨莫，肯定是在那阿川那里待不了，所以就把阿姨莫送到我这里来了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算了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帅哥姐们。在下方的小黄车洗衣液啊，69.9米，六桶24斤，帅哥姐们，6桶24斤啊，帅哥姐们，所以你们就放心的去拍啊，你们就去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。